哎，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盒子，好像是放电灯产生器的呀，放上去试试。哎，这怎么没有反应呢？这里还有一个开关，按一下。嗨，我们上来了，这里多出了一个坑，这一定是新的墓室。鱼豆姐姐，你怎么不念到钻石和黄金了呢？哎呀，我这都开了好几个箱子了，但还是什么都没有，我被打击到了呀。还这里还写了字呢，我们去看看上面有什么。哪个上面呀？这也没有啊。找到了，这小样的还放甜蜜蜜的呢，该不会是有什么宝贝吧？小白菊，别人去古墓探险都是好东西，怎么到我这儿了就变成这些玩意儿了？这该不会是一个假的古墓吧？鱼豆姐姐，这个箱子里也有一个细沙块，我来想想这个细沙块是用来干什么的。这两个建筑长得都不一样，这一看就是有问题啊。那我们是放小白菊还是放细沙块呢？哎呀，我说你咋那么笨呢？建筑那一定是用细沙块呀。这怎么没反应呢？鱼豆姐姐，你该不是会放错了吧？不，绝对不会放错的，我十分相信我自己的高智商。糖豆啊，我们来找找吧，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啊。看，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哎呦，鱼豆高智商实锤了嘛！这是个罐子，这里边还有水，让我想到了我家里的花瓶。那这个一定是用来种刚刚那个小白菊的吧？哦，有道理，我们来试试。哎，我去，糖豆，你跟我在一起待时间久了，你智商都变高了呀。这里写着需要钥匙，其实是在神兽的上面。神兽？哪里有神兽啊？该不会是中间的那个吧？这也能叫神兽？这太丑了吧！鱼豆姐姐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箱子。哎，我来看看啊，这里边有开关。那这个开关就是钥匙吧？还好像有倒计时的声音，在哪里呀？哦，这边架开了一个通道，我们快过去吧。这里有个开关，应该是要推下面的这个方块。糖豆啊，我们去找找其他线索吧。该不会是在岩浆里吧？哇塞，果然在这里啊！这个应该是放在这儿的吧？按一下开关试试。哈哈哈，我果然是美貌与智慧并存呢。嗨，不过就是这个古墓吧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唐豆，咱们赶紧出去吧。